Смотри, какую погоду. Арбалет.今天在定点跳伞比赛中，空中风向变化较大，投放有些偏差。但我们凭借扎实的伞降技能，精准操控降落伞，合理规划下降轨迹，发挥出应有的水平。 高度有点低，光安放的时候有什么感觉有点低的。我看你俩都没测风啊！加油，中国必胜！